也会比较大一些，那就看自己的心情是怎么调试。对。哦，因为廖健富可能是上个礼拜才刚刚加入球队，所以说这个球衣的部分呢，可能自己的还没有做好，所以说可能先暂穿一下其他人的球衣，所以看到是这杜正文哦。不过打击的是廖健富，是。那昨天他是穿50号，也是一样用贴起来的。那因为这用贴的有时候也动作比较大，比较难固定的。